坐到台湾好行公车来到日月潭，一落车就受到好行救包、甲女兵两尊吉祥物的欢迎。小朋友是感觉欢喜又够趣味，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有没有觉得很惊喜？下车的时候看到他，下车的时候看到他有没有很高兴？有。为什么高兴？因为觉得很可爱。他很可爱。很可爱啊！你知道他代表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日月潭。为什么他代表日月潭？因为他有鹿角。因为他有鹿角。为了推广台湾好行，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前往国内各大旅游风景区，交通部观光局打造了吉祥物好行 Q 包来进行宣传。宣传活动来到日月潭，日管处嘛趁这个机会推出日月潭的吉祥物鹿币，配合头一次伫大家面头前出现。台湾好行目前日月潭区总共有七大旅游路线。会当一路算日月潭、溪头、甲阿里山等国内知名景点，目的就是希望游客省掉家己开车辛苦，选择上轻松的方式外出旅游。我希望能搭乘那个公车，能到定点到处去玩的，不用使用自己的轿车是最好的。那你对他们目前这个好行公车，这个你有接触过吗？并还没有使用过，希望下次能使用到。高铁或者台中火车站。要来到我们日月潭呢，他可以买套票搭乘这个台湾好行来到日月潭。那来到我们这边呢，他也可以搭乘我们的游艇，搭乘我们的游湖巴士，甚至呢可以租任这个脚踏车的一个优惠。这摆日管处也首创推出以日月潭吉祥物鹿币为主题彩绘公车，车厢内有趣味的彩绘图样，就连椅子啊都有可爱鹿币图样。觉得这台车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怎么漂亮？那个吉祥物很可爱。很多。有没有坐过这样的公车？没有。没有。第一次吗？嗯。喜不喜欢这台车？旅游呢是非常愉快的一个事项。那如果他所搭乘的一个车厢能够更鲜艳更活泼，相信在他的一个游程过程应该会愉快。日管处表示，八月十一到十三号七夕情人节期间，坐台湾好行公车到日月潭，以及九月初一开始买日月潭到溪头，也是阿里山的旅游套票，拢会当免费赠送日月潭独有的纪念品。欢迎大家把握机会，选择上轻松的方式来到日月潭旅游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